初时咧以为呢个阿 P 摄会嚟，点知咧甩底喎，嚟唔到喎，啊真系可惜啦。咁于是乎大家就开餐啦，食呢个自助餐，连开咧都八席嘅喎，台上边有表演睇，台下有嘢食，大家就开开心心咁度过一个晚上啦。不过较为遗憾嘅就系见唔到阿 P 摄嘅真人，可惜可惜。